完了，欢迎来到我的行销大学堂。礼拜六，今天雨势也比较趋缓了。原本是说会下在中南部，但中部是真的有早上还有比较严重，那南部是还 OK。然后现在说听说雨势又回北部了，所以在北部的朋友们请小心了。OK，那今天礼拜六我们稍微来讲一下最近这个今天讲的议题，可能台湾的朋友可能比较没有感觉啊，但是我们大陆的朋友可能就感觉很深了，因为在电商的老大跟物流的老大两个之间吵架了，两个之间吵架，OK，吵什么架？就是两个为了数据之间的问题在进行争斗就对了。现在我们知道现在是属于。为什么数位时代？数位时代，我们一直在讲我啦，其他人也一直在讲，什么是最重要？就是使用者的资讯，你的顾客资讯，还有你可能你潜在消费者的相关一些资讯讯息。因为可以，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些资讯讯息，如果我们可以做的话，就我们透过在大数据，我们之前2年前一直在火红的大数据这一块，我们可以透过这大数据的使用，去把它演练成精了。数据只是一个资讯，但如果我们有办法去收集这些资讯之后，来透过一些数据演练或一些逻辑演算方法去把它可能找出之间的一些相关性的话，你可能会发现之间你的潜在消费者可能会在某些时间点、某些状况下、某些情形或是某些议题之下，他可能会对某些商品是有兴趣的。如果在这个时间你发现你把这个商品及时的放送在它的平台、它的界面、它的 device 上的话，那就你而言，你刚好在想到，或是你刚好在跟朋友，或刚好你这个时间点都在做什么事情，你会想到什么事情？刚好这个时候有个广告进来，有一个推播进来，你会哎，是我想要的，那你会不会购买？购买率会增加很多，所以现在我们现在玩的就在讲大数据哦。如果我们有获得这些数据的情况之下，我们会怎样？会更有机会去演练，演练这把这个数据变成精。那当然，你有数据的话，你没有后面的演练方式，你这些数据还是垃圾，还是垃圾。这是另外一个议题啊。OK，当然顺丰跟菜鸟，我们讲今天讲的是。蜂巢跟菜鸟之间的战争是什么？菜鸟是属于阿里巴巴集团底下的一个系统，物流系统。阿里巴巴它厉害，马云它厉害的一个点是因为阿里巴巴自己底下没有物流公司，可是它就利用它是现在全中国最大的一个电商平台，然后它就发展了一个说，OK，那我自己不进物流，我不跟你们这些物流公司去争。所以我建一个系统说，那你们还要去建你们物流，那我就弄变成我是来制作一个平台，那你们这些物流公司来我这个平台里面，那我帮你们整理好，大家各自努力哦，你们好好努力哦，然后我就可以跟我的平台里面的使用者跟他讲说，哎，你看哦，你来买我的东西，我可以用最快速的方式给你运货运到那边，而且你看哦，然后我这边的话，你可以选择。他们都有的这样的顺丰啊、圆丰啊、韵达啦、中丰、申丰这些，申通、中通、圆通这些三，我们是三通一达，这物流公司你都可以来选，或是我可以帮你去配哪一个是最好，那你可以最快拿到东西，这样子对使用者是不是很棒？超棒的啊，使用者一定喜欢的嘛。OK，但是问题来了，这些原本是物流公司的公司变成现在变成是怎样？变成是菜鸟底下的一个怎样工具？那这些物流公司如果是小的，OK，他说哎，反正我就来进，我来吃吃阿里巴巴这一块物流，我就吃吃，我就吃饱了。那 OK，可是蜂巢现在原本是可以，它上市之后原本是快直逼大陆首富。它的价值，它变成是物流里面现在最大的，它的价值其实是不想被
阿里巴巴这个菜鸟变压低，它只是下面它的一个工具，它想要也要有一个主导地位。所以问题来的就是，两个之间的数据在对接上出现问题了。他说他抢了他的数据，他说他要给他要他的全部数据。我说，顺丰说，我有500万的单，但是400万的单可能是你阿里巴巴里面的单，你为什么要有500万的单？OK，你这些单如果是其他电商平台的，你跟我要回去借，我跟怎么跟电商其他电商平台交代？那问题就来，数据大家都想要啊，你要我的，我要你的，但是反正就对不上话来，两个就演得很火烈哦，就菜鸟直接在他网站上说他断掉，说叫用户不要去再去选择顺丰的蜂巢物流系统，然后顺丰也不甘示弱，就直接说 OK，直接把插头拔掉，这样就让阿里巴巴直接拿不到他的数据，啊，两个吵得两个都不认输，最后你知道大陆还是官的影响力大，就官出来讲话，叫他们两个老板都高层都来谈，谈一谈之后，不到几个小时就说 OK 了，两个和好了，这反正这今天要讲的这个问题点是说，以后这数据还是一个大家想要争夺的一个资源，而且大家是利用想要说用这个数据，来发展更好的商业模式。那现在大家都一直在讲，那个数据是不能共享。就像我前几天讲，贵州它有现在有大数据的交易平台、交易机制。那这交易平台、交易机制，它当然在数据也是我的商业模式，我也是我的商业的我的资产啊。那你怎么跟我们之间来合作？我们之间怎么来做？那要谈清楚啊，不能说我免费给你啊，那你免费给我吗？OK，所以会变成今天两大龙头之间的战争是因为这样，但是也落幕了，因为还是官比较大。OK，拜拜。